快，皮卡丘快点了，我要喝饮料。我要拿饼干。耶耶耶耶！皮卡皮卡，皮卡皮卡，皮卡皮卡，啊啊啊！皮卡皮卡，被我电晕了吧？嘟嘟你怎么了？不要吓我呢！我好难过。爸爸妈妈都不在，怎么办？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嘟嘟怎么了呢？我是吃虫洗液到了，笑得太累了，感冒了，癌症。其实啊，嘟嘟是气喘发作了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气喘吗？不知道耶。我们班上小花也有气喘耶，所以常常不能上体育课呢。啊，那我们也会不会也得气喘啊？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办？那我不就不能打躲避球了吗？不，别急别急，就让蛙医师来告诉你们吧。